完了，这女战神也整吐了。你孤独的。这段路属实不太好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们现在是从河北的承德的围场，然后去到内蒙的多伦的路上，然后这一段路就是全是盘山路，属实是不太好走。然后于双双在后边坐晕了，坐晕车了，我们停下车歇一会儿。好点没有？还是想吐。吐出来就好了。关键他吐不出来呀，远的我这肋不上好疼。不过那边是真好看的，好美呀，云朵、山，这大车爬坡是真累的。我刚刚就是在爬山的过程中连续的转弯，然后就给我晃的，我就恶心了，下车我就吐了。王彦南寻思拿无人机拍一下吧，现在飞机找不着了，飞机回不来了，我们站的地方有点高，然后它无法返航了。这4000块钱呢，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我们找他呀，我大哥都上那栏杆上去了，走，太不容易了。我们又出发了，我们还有50公里到多伦，我们吃了口饭，然后这个牧民在赶着牛往家走，放牛回家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，我们到了多伦县，然后找了一个宾馆，我们准备住下，带你们看看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标准怎么样，环境怎么样。哎，累坏了这一天，从早开到晚。早上从那是属于哪儿？陵园。陵园。然后一直奔波到宁城，赤峰宁城，然后红山区。然后又到哪儿了？反正今天这一个地，就是今天这一天的行程大概700到800公里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刚才大哥他们算起来的嘛，这家300，那家200多。哎呦我的妈！坐的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腰都折了都。哎呀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多伦县旅游全景导览图。登记这现成的地方藏着。我们俩的房卡呢？等会儿我给你刷。哎行。3、5、6。看看房间啥样。好、哦、我傻喝的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哎呀，不是，咱俩多少年没住过宾馆了。别废话，昨天晚上还住了呢。对，昨晚是住来的，昨晚是不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，还行，挺干净，很不错了，挺好。就是这个没有昨天那个好。嗯。昨天那快捷酒店。昨天那个上课时候人带这个带这一种充电的，这可好，这没有，我还得拿充电器插。到了多伦这个地方已经是9点了。这儿的气温确实比我们这低，我现在穿着这个短裤，冷，冻腿，凉飕飕的。明天我们可能去赶那个多伦的牛集，去看一看。还是那句话，未必买，先看看牛。明天穿长裤子、长衣服，早晚温差大。这个地方，收拾收拾睡觉吧。睡觉，累。这个跑业务这个活啊，并不轻松。就我们两个到目前为止一致的感受是。比喂牛要累多了，喂了牛我们喂完了就休息，这我的妈，这一天这车真的一般人扛不住，这个太累了，休息了各位。